下来呢，要献诗的诗班是倪旭米团序诗班。那倪旭米团序他们要带来两首诗歌，第一首要献唱的诗歌是《有一位神》，第二首要献唱的诗歌是《我的平安》。倪旭米团序，它上面呢指着倪旭米，就是能够跟倪旭米的一样呢，能够兼顾我们自己的信仰，然后兼顾起这个堡垒，就是我们的教会。那他们都非常的年轻哦，能够透过这个音乐会呢，再一次展现对神的敬拜跟称颂。